好啦，那好，那再问一个问题哈，谁哇？谁最爱跟工作人员撒娇？哦，男人啊，那那杜塞，哦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啊，工作人员哈，跟工作人员，那是他，那是他，他怎么样撒娇？留给可以留一个 step， 可以示范一下吗？示范一下，哎呦，真婆主，示范一下，难怪工作人员都跟你拼图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拼图。啊，所以我的学习的方式跟工作人员，学习中文的方式，职员，跟职员聊天，跟谁聊天？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聊天，聊天，聊天，好，或者一起逛街，逛街，逛街，一起，有去哪里逛街？在台湾。东区还有西门町阳明山也有去阳明山，每一天是白天还晚上啊？夜景看到了，漂亮吗？啊，亚波吗？真的吗？你说，他这里很多 couple 都会坐在一起，他在宿舍的时候不玩我们，没跟我们玩，不跟你们玩，他常常玩工作，常常玩工作人员，不是玩和工作人员一起玩。OK， 好可怕。哦，对，常玩工作人员，我都不敢玩。但他这集真的很好笑。